是讲那个绿幕去背的部分哦。如果你把那个素材下载的话，应该是，哇，酷，就这两个档案吧，一个是，好，背景，一个是前景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背景转成一个 com， 转成一个 com， 好，然后中间滚轮滚一下，就画面放大，再来呢是把前景放进来。接着呢，用去背，用 keyline， 好，现在很奇怪的是，效果跑去哪里？我看一下啊。在这边要先用这个滴管吸一下绿色，那我们这边看一下。好，现在问题点是在于它的头半透明。所以呢，把 view 切到那个 screen mate， 白的应该全白，黑的应该全黑，然后那个头发的边缘应该是灰色的，半透明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把 screen mate 展开，把那个 clip white 调到全白，黑的调到全黑，好，再切到 final result 最后的结果。好，先做到这里，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讨论。有吗？画面有停止吗？有，应该有。